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阿格，今天带大家回忆六七年级生小时候的玩具。这一把是六七年级生小时候的回忆，但是这一把究竟可不可以带下场去打生存呢？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 ，Go！好的，我们现在就来测试看看这把玩具枪它的初速以及射程可以多少。Go！测试一下它的弹道效果如何？3、2、1，好的，那现在用它原厂绿色的 BB 弹。应该客数比较轻啊，所以应该可以飞比较远。那我们就测试看看好了，3、2、1。真的比较远呢。到底适不适合下场呢？我个人觉得建议不要，因为它的射程真的是不忍直视啊！真的，如果你今天要拿来羞辱人的话，或者是哎好玩，然后恶搞一下的话，啊是可以的，但是真的不要认真的带这把下场打，真的是不适合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那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。我是吴阿格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对对对，感受的。